这些鸡蛋也太 Q 萌了吧，你笑得这么甜，你跟我走吧。喂喂喂，怎么是蟑螂？谁把蟑螂放在鸡蛋里？质疑嘛，一个假蟑螂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。肯定是你。不是不是，还在笑？别吵了，是我。原来是小爱，这是给你们玩敲鸡蛋做泥的，鸡蛋里面都装着不同的做泥材料。哦，原来这样。那么我们加三个游戏，这样才刺激。好啊，赢的人在笑脸的鸡蛋里面找材料，输的人可要在哭的脸上找材料。第一轮拆墙，我们轮流把墙体拆下，谁让上面的鸡蛋小人掉下来就输了。石头剪刀布，嘿，我可以先来咯。哎，我要下面这个。对了，啊，安全。那我来选一个比较危险的，就这个吧。可以，哦，可以。这里来，嗯，我觉得这个很安全。哎呀，啊，我都不敢呼吸了。哎，我看到这个就可以了嘛。名副其实的捡漏高。你们觉得他会掉下来吗？你们觉得小高会输吗？我一定不会输。我觉得你一定输。耶耶耶！你们有没有猜对？笑得这么开心，当然是你了。哭泣的脸，你吧。笑容常伴你们身边。嘿，哇，牛头角，好羡慕哦。羡慕不来了。我这个也哭泣了，老干皮，还是灰不溜秋的，啊，颜色也太丑了吧！没有对比，没有伤害。第二轮打脸机，你需要说够多了吗？来吧来吧，把你的脸上，啊，三二一。我的手会打到你脸上的。这个机子肯定有问题，我怎么埋都不会过去，只会过来我这边。我手速好，手速快，噔噔噔噔，我都赢你两局了，太没面子了，下一局要努力了。必须下一局我要笑。现在呢，这个笑就归我。流眼泪的就归我咯。哈，喂，神奇水，我的泥成型了，风蛋中蛋，哇，虽然哭他让我笑了，哦，你竟然有100块钱，哦，可以买很多泥了。但是你这些是沙子啊，你怎么做泥？最后一轮，这回咱们就抽面条，谁让爸爸丢进去了就输哦。石头剪刀布，终于赢一回了，最后一回我也要赢。怕啥，随便拿一根面条都不会掉的，看我两根。非要拿两根，好，一根两根。全拿面条都没有压住的，啊，样样你而已嘛。好，我也两根。我也来一根。好像要掉下去的感觉。耶，我不用动手，自动就掉下去了。你这个爸爸为什么不坐稳一点？ OK， 又是我赢了，三连胜，哇，多么自豪，实在太开心了，心情美美的，美美的。看来今天我要大哭一场了。看见他的无敌笑容就开心了。喂喂，哇，难道要请我吃卤串吗？这么好你都吃？No, 里面全都是一些仿真食物，有虾、玉米、青椒，哇，还有番茄，全都像真的一样，哇，看着就觉得美了。这是我最爱的牛头椒，尽情的倒下去吧。成型大法，实在太美了，这个天空蓝，我的牛头椒泥散不露。卤串喽，
今天卤的都是海鲜大虾，还有一些蔬菜。现在变成一份带有味道的泥，光是这外表就已经很吸引。最喜欢就是玩牛头焦作的泥，从内到外都这么有内涵。你们喜欢玩 M 加泥还是牛头焦泥呢？喂，是盲带来的，你们猜一下会猜出什么东西？嚯，哇，这是三文字吗？对，三文字。这是一个仿真三明治。哎呀，真的好逼真哎，看见都流口水了。可是是假的。再来一个。喂，原来是一个蛋糕。你们都猜对了吗？黑乎乎的老干皮，给我下去吧。沙子搞里头。怎么这么丑？小蛋糕来喽！我的天哪，像沙漠出现海市蜃楼一样。但是没有可以画老干皮的材料，真差劲。老干皮还是原来那个老干皮。哎，苗姐，我改造干皮失败了，真不爽。玩游戏三连输，你这什么人啊？但是我还有100块钱啊，我应该笑啊。你们还记得小高一共猜了多少个盲袋吗？评论区扣出来哦！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点赞，还有关注。喵 ，yes。